大家好，感谢各位校友参加我们今天讲座。今天可能还有多位兄弟校友会的会长、校友来捧场，也非常感谢。今天的讲座嘉宾李冰冰博士，毕业于清华化工系，是位在微电子、纳米技术等高科技领域的专家。平时不仅喜欢女士们擅长的唱歌、跳舞，还喜欢男士们擅长的房子里外的各种修修补补。今天他将给我们介绍车库门的维护知识。今天的主持人李宝松是力学系80级校友，他们二位还是我们南安省校友会的副会长，他们大家都很熟悉。还有就是，我想借这个机会提一下四月底校庆的事。经过校友会理事会讨论决定，校庆时我们将举办线上全体会议，具体事宜现在正在讨论安排落实之中。对这次会议有什么建议，欢迎各位随时和我联系。下面就请李宝松主持今天的讲座。哎，各位校友，大家好。说实在的，大家可能有很多人对冰冰姐今天来做这个讲座，可能会有疑问吧。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冰冰姐一说她要做这个，我当时就没敢说，我说怎么，我说是不是你家老赵来讲，还是你协助老赵，我就没敢说。哎，后来一听冰冰姐一介绍，哎呦，厉害！那不但是，就像常聪刚才说的，不但是唱歌跳舞也行，那我们这些老爷们儿的活儿，他也干起来也得心应手。这现在是说这个车库门了，实际上其他的他在机械方面的还有其他厉害的招呢。这个，我就简单的把冰冰姐的这个以前的情况呢，简单的说一下。因为她呢是在72年从乡下回城后，先做什么呢？做汽车修理工，进汽修厂。然后呢，她原来在新疆建设兵团运输团，在运输团学徒的期间，在汽车维修连学习了汽车的钳工、汽车电工、焊工和车工，并且呢，在汽车的他们在那里的那个叫三八组，也都是女士组成的哈，也接触了汽车底盘的维修。所以呢，他那个时候想进清华的时候呢，实际上最喜欢的是进汽车系，但是呢，后来没进去，汽车系后来化工系把他给截了，化工系截了。这个，所以呢，就到了化工系了。后来咱们清华每一个清华人都经历过这个，经历过这个精工实习什么之类的，对吧？这个就更不用说了。那冰冰姐肯定精工实习，那说实在的，比老爷们儿还厉害。那个时候，这个他当时呢，在参加精工学习的期间呢，作为先头部队，参加了建立北京798厂生产联动线的筹备。我不知道798是什么啊，可能也是一个打编号的，就是保密的单位了。他呢在那个里边呢，承建了待了6个月，而且还担任一个项目小组的负责人，那就已经很厉害了。那时候刚进清华嘛，已经做到这样，那确实比老爷们儿还厉害。这个他呢，介绍从18岁开始，学徒就喜欢上机械行业，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忘初心，一直到后来他在读博士做科研，到在多大做科研的时候，他的这个童子功都给他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优势。这个我想呢，通过刚才这个介绍呢，大家也就对冰冰姐为什么今天会讲这个车库门的修理，就有一个比较一个初步的印象了。
也就，下边呢，咱们就请咱们的副会长李彬彬来给我们来分享他在车库门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好，谢谢。谢谢宝松啊。我那个先讲一下九仙桥啊，不，我先讲一下七九八厂。七九八厂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它现在是七九八艺术园，好像是啊。那个说是毛泽东的孙女就在那儿开了一个什么艺术的什么一个店啊，那个就在九仙桥，那是从前也算是一部的，可能是他算就是我那会儿就做以前的那个电子器件，我们不是我是搞材料的嘛，都做电子器件的都是分离器件嘛，什么电子啦、电容啊这些，他是做这些的，所以我们在那边呢，做它连成联动线啊、生产线，就是从矿石进来以后。出来以后粉碎呀、炼泥呀，最后就直接就是进了那个烧炉啊、这个窑炉啊这种，就出来就是小小的分离件。就我们这就是七九八厂，七九八厂很有名的，要是搞电子材料的人都知道啊。对不起，今天，那我现在就，首先要感谢啊，咱们那个理事会，在疫情期间啊，做了真的不少工作，组织了好几次的讲座，各式各样的这种，很专业的，这个业余爱好的，咱们校友在讲座都挺不错的。那么我也有幸有了这个机会来讲讲这个车库门的维护。这个呢是刚才讲了，我是特别喜欢这些，什么男士们做的一些工作。然后那个，我就来讲一讲那个。我的一些我这爱好的这些东西，然后我的一些经验哈，我现在 share 我的这个屏幕了啊。看得见吧？好，这车库门的维护啊，我想呢。通过这次讲座啊，让我们的师兄师弟啊、师姐师妹啊，对自己家的了解得更清楚，而且对难免出现的一些故障和如何处理这些故障有所了解，更重要的是知道哪些问题可以自己动手解决，哪些故障必须请专业人员来帮助解决。了解呢如何来保养车库门，让车库门常常处于比较良好的工作状态。下面我从这几个方面来展开啊。首先呢是车库门的种类，车库门大致分那个两类，一类呢就是咱们看到的这个整体拉门，这个整体拉门呢基本上是比较老的老式的，家里的这个门，还有呢是大工厂的，现在大工厂的也有拉这个整体拉门。下面呢就是这种，就是我们现在的叫方块轨道拉门，这种拉门现在是比较普遍的。你看有单门，这是双车库，但是单门，这是双门，这是多门的，就是可能宅子比较大了啊，这种。这个呢可以看到，这个是车库门的总成啊，它是五折门，这种五折门呢也稍微旧一点，现在没有那么 popular 了。这个比较大，你看我们一，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看到我的这个啊，这是一折、两折、三折、四折、五折门。最常见的，我们现在家里基本上是这个四折门，一、二、三、四折拉门。这四折门的总成，我们看到这个车库门啊，我们基本上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基本部分，那我在这有写的，大家可以看到，车库的门板，这是必须有的。然后呢是减重系统和平衡系统，然后呢是轨道和导轮，然后是物体感知器，这个是最基本的。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我们就可以那个车库门开关了都可以了，就是我们可以人手动的。但是现在呢，基本上大家都用电动那个车库门啊，电动那个来开关门。
那么电动部分呢，是电动的开门器啊 ，opener， 还有提拉轨道，我们看到这提拉轨道，还有就是手动电动的离合器，这个就是手动电动离合器，还有就是无线有线的开关啊，车库门的开关，遥控器，还有状态感知器啊，状态感知器不是家家都有，有的人家有，有的人家没有有，等我回头告诉怎么样，怎么回事啊。现在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两个比较重要的系统，就是减重和平衡系统。那么减重系统呢，就是由这个扭簧来负责的，这个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哈。然后平衡系统呢，是这两侧的光缆那个钢缆来负责平衡这个门的平衡啊。减重系统呢，这个钢簧呢，它就分这么四种啊，这种呢是双簧门啊，这是单簧门，可以看到这儿哈，这是拉簧，这个拉簧呢就是门的两侧都有，就在上方。这三种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就是分块的轨道的门。你看这个门，这门是下面的一个拉簧，这个就是整体拉门用的。我们看啊，平衡系统啊，不是平衡系统，就是刚才那是减重，现在我们来看提拉的系统。这不是 opener， opener 和轨道还有这个离合器啊。这 opener 整个它所有的部件加起来大概也就这样子，opener 可能有配置不一样的，可能有的多少都不太一样。这个呢就是无线的开门器啊，可能一般都装在门外面啊，用数字来开门。这个呢是门里头的有线的开门器，这个看的是电瓶 opener 的电瓶，这遥控器，这个就是状态感知器。这 opener 内部的我们打开看了，大概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叫离合器，像它当你把它脱钩了，那么好，你就是基本的部分就可以用，你就可以手来开关了，就是人工来开关。然后呢你要挂上它呢，就 opener 来替你来做了。嗯，这是一个离合器。好，那么电动的开门方式呢，也看这是整体的开门啊，你看这不是刚才看到的这个拉簧下拉簧，整体的门，这整体的门。这个呢就是咱们平常用的最 popular 的就是 opener 和这个分体的轨道拉门啊。那我们想看看这个大家比较少见，很少见的，这个是一般是豪宅用的，它是这种它的 opener， 这是 opener， 这个 opener 在这里，这个 opener 它是装到轨道这儿的，这边一个这边一个，它的力量很大，噪音很小，唯一的一点就是它比较贵，它的价钱相当于我们一般 opener 的七八倍，所以比较贵，维修起来当然也是比较贵的。它一个优点你可以看到它上面的空间，你车库的上面的空间它不用，它两个 opener 在这儿。我们看车库门常见的问题啊，车打不开，车门打不开了，这是这个车门倾斜了啊，这是彻底脱轨了。下面呢这个是车门变形了啊，这个是破损了哈，这个大家看也挺吓人的，这些咱一定要请人来做了啊，自己很难做。我们看到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啊，基本上离不开这些。它原因呢，这个你看，这个是轨道的问题，所以它脱轨了，轨道可能有变形脱轨了。这个呢是你的平行钢缆断了啊，所以呢有可能这个是轨道可能脱轨的，它就整个掉下来了，能掉下来。这个是叫脚链呢，它带着那个导轮在那个轨道里头走的那个导轮，这个或者是掉了，或者是断了损坏了 ，open 的坏了。这是扭簧断了，这所有的问题都不外乎这些，基本上啊，大一点的问题。好，现在我们看啊，哪些问题可以自己解决，哪些问题必须请专业人员来解决。第一个就是扭簧断了，
这个钢簧断了确实是不能自己动，你看这个如果你开不开门了怎么开不开，然后你到回家你到车库里头一看你就知道，哦，如果要是断了你就去请专业人员，因为你要自己去硬开的话，因为它这个减重系统不工作的话那个门非常非常重，你可能要受伤。那么还有一个你想换簧，这个簧你是一般不是公司还有没有被春令的人你是买不到的，这个是比较有风险的，所以要确实要请人来换。还有就是钢缆断了，这个钢缆断了不平衡了，这种情形呢你看有倾斜的时候呢你就回去检查，你看如果要是钢缆断了你就不要动它了，因为你继续再开呢它就更歪了，它甚至它能够掉下来脱轨。如果要真是脱轨的话呢，你修起来你换了钢缆以后你的工作量也很大，因为它有可能把你的轨道搞变形，而你校正你的轨道就变校正好了以后还有脱轨的可能啊。所以呢如果钢缆断了不要动，就赶快，这个很容易检查，一看里头断了你 就检查去请那个专业人来信，因为这个也是比较有风险的。所以呢买是可以买得到这个钢缆，所以呢还是请专业人员来换。好，这个呢车库门提和放都不到位，提呢提不到特别合适的位置，车还有点进不去有点危险刮着，放呢又放不到底下车库门，或者是根本就提不起来。那这个呢你看啊，首先呢它可能这个定位系统它可能是有问题了，所以呢你先呢要打开你的 opener 看看你这个定位的这个开关呢是完好的还是已经断了说碎了，如果是完好的你就去调这两个钮，这 opener 里头你可以看到很容易你打开就看到了背后这个有一个上面往上提一个是往下走的这两个钮，这两个钮你就反正就调吧，一点点调你肯定能调起来，这可以自己做啊。然后呢这还有两个钮，大家想想这是干嘛，可能很多人已经知道这是干嘛的。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啊，这 opener 你打开以后这是一个 opener 的主要的部件，这个部件呢我们说它这是一个窝杆啊，这个窝杆呢它的材质呢是尼龙的很耐磨，如果它要是坏了你呢你就整个换 opener， 因为这个的价钱是相当于 opener 的 75% 到 80%， 所以它很贵。而且但是这个坏了之前其实你能发现它那个 opener 的地下就是对也是垂直的地方它有一些白色的粉末，就是这种尼龙粉末磨的，可能它位置不太好它就磨了，磨损以后它就打滑了，你就开不开了，你换这个的话是不值的。所以这个情况呢直接换 opener， 如果你要换 opener 像咱们学工的啊喜欢玩这些的其实也可以不用请专业人员，opener 拿来直接换了就行了，你按照它的马力啊或者按照它的牌子你直接拿来就换了，就不要去完全不建议去换这个窝杆，因为太贵了没意思。好，现在我们来看还有就是这个就是物体的感知器在门的下侧，大家可能都知道如果是你的门啊关不下来，就说你关了以后它到了当往下来以后嘣它抬起来又上去了，你再关它嘣又抬起来，这种情形呢是这个感知器的问题。这个感知器呢它有可能呢是脏了，它那个是一个一边是发射的一边是接受的红外信号的，它脏了它它就那个发射的过不去了，或者接收的接不收不到了，有蜘蛛网啊有什么泥巴啦灰尘啦它挡住了，这种情况是一种把它擦擦就行了解决了，这个非常容易。或者它的线断了，或者什么有耗子呀或者有什么物体把它刮了那个线断了也容易接上就行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有可能你这个门被撞了这个轨道有点点变形，哎，虽然能开关门的话但是它这两个接收器和这个发射器呢不在一条线上，所以呢它也不关不上门，它就是万一你这个底下有
有小动物或者有比如说有孩子或者有物体的话，它的门就是不往下落，它就是保护你的物体，就是不保护这个，就是保护的啊。所以它你把它擦干净，把它 align， 然后接上线，如果还不好可能坏了就换一个，也不贵，就是所有的五金店 Home Depot 啊 Canadian Tire 都能买到，不贵，这个都可以自己做。这个门脱轨啊，那很多原因啊，比如说你的平衡钢缆断了，你硬往上开它也可能脱，或者有你的那个脚链它脱了你不知道，那个导轮它滚珠它里头那个滚珠坏了你不知道，它硬开也脱轨，这种情况呢就比较麻烦。首先你要把，如果你要想自己做呢，一个一块一块把它拆掉，然后一块一块，首先要把那个轨道把它校准好，绝对是好的，然后一块一块的装上，这是可以的。那么如果懒得做呢，就请专业人员直接给你弄了，这个就比较稍微比较麻烦一点，但是做还是可以做。这是轨道就是轨道脱的话啊，门脱轨的话。刚才呢就是所以出现问题，现在我们来看个保养啊，车库的保养啊。首先要保温，那么我们如果大家买的新房子啊，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个它这个除了车库的，现在就是这种金属就是对金属的门嘛，它里头有一层的保温层，那个保温材料这种情况嘛还好。如果有的是它是换过的门，因为门有高中档三档，有一种低档门它里头没有保温层，这个呢就你自己，如果你是没有保温层的，你自己去买一个保温层把它贴上，Home Depot有的卖，也不贵，贴起来也并不是难。为什么要保温呢？因为很多的人的家的车库上头呢可能有房间，比如说有卧室啊什么客厅啊，这样的非常耗能，到了夏天呢那个你空调耗能，冬天呢你取暖耗能，所以还是很建议，但是这个保温材料并不贵，建议把这个保温的这个问题做好。还有这个车库门这有封条，这个封条也不贵，最好把它贴上封条，在 Home Depot 也有的卖，它能够保温来节省你的能源。下面我就说是保洁，这个有的人的车库门不能落得很严实啊，它有个缝什么的，那可能是房子稍微有点旧了，或者你那个地基有点怎么样，它有点变形什么的。还有你上头有点湿条或者什么，它有这个如果关不严的门呢，雨水啊或者那个雪水啊，雪的那个带盐的那个水进去啊，还有树叶啊脏啊，对你的车库的那个所有的部件，尤其的金属部件都不太好，要万一你的有小动物进去也是更加不好。所以呢这个门槛呢在 Home Depot 有的买，也不贵，贴上也非常好。就是希望保洁也保温。减噪，这个噪音呢要常常检查这个，如果声音大了啊，你看我们看这个是脚链，这个里头这个小轴呢它跟这个外头那个套啊是硬膜的啊，所以它会有声音，你呢差不多定期的去给它上点润滑油啊。这个是导轮里头是那个轴承嘛，它有滚珠，这个滚珠呢你要经常上油什么的，它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它就时间寿命比较长。千万不要看到这个你听那个噪音比较大，有可能是滚珠碎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要及时换掉它，因为它有可能工作不好，然后一边不太滚了一边滚，它就不平衡，然后有可能脱轨之类的，都有可能为一个这个被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导轮给祸害的。所以呢要去润滑，要去上油，要检查，不要让它碎了，这不是在导轮上头，在你看这上螺丝，就是这个螺丝你要常常看的，不要让它松动了，松动来回开来回开，没准螺丝掉了，然后它这两块板就是它分块的嘛，两块就脱了，这个一下门也就容易那什么。这不是咱们自己家可能不见，还真是这种并不是少见的，有的真的是脱了，要去看的，有噪音的时候要去检查，给它润滑上油。
啊，金坑钢缆这个呢，你确实是要今天讲一下。金坑钢缆呢，在门底下有一个挂钩，这个比较容易生锈，所以呢，我就说，像尤其到冬天，咱们有那个盐嘛，进来那个盐水啊什么，要是喷到它了，你看它这个生锈的挺厉害的，所以要去给它除锈，然后给它润滑，然后这个就不是这个金坑钢缆吗？金坑钢缆呢，它是那种多股的那个钢丝拧起来的。如果说你要看到这个钢丝的有一两根断了呢，你就计划要把它换掉了，就是别到了临时要它断了你有点抓瞎，因为它这一断了呢，就受力就力量就撑不住的时候，再加上一锈就寿命不长了，所以你就计划给它换了。这个底下这个很重要，一定要经常保持清洁除锈。还有这个钢簧，钢簧那个我们换下来的钢簧都是锈迹斑斑的，所以要经常去清洁一下，除除锈啊，然后那个给它上上些润滑油，一年弄上一次吧，至少啊，还是延长它的寿命。这个是咱们的这个车门的轨道，这个轨道你看都是锈迹斑斑的啊，这个轨道你要经常看，你看这个它是埋在那个水泥地下的。所以呢，这个轨道要是上锈了，有的人家锈了以后，真的它给崩断了，因为锈了以后，它慢慢剩了一点，它就没有注意它，没有管它，就好像就直接用吧。所以它那个来回门这样的来回开呢，力量也挺大的，它棒的一断，断了以后成什么情形呢？就是你要整个换轨道，工作量比较大，所以要经常检查，给它除锈，然后给它上油润滑它。这个就是那个导轮啊，也要上油，这个是铰链的那个。好，我们光说这个上油了，这个润滑油哈，这个润滑油就挺好的，这个润滑油是重型润滑油，它是防止生锈啊。然后呢，你这个 Home Depot 啊、Minitar 呀、Rona 呀、Loss 都有的买，这个我觉得是必备的，家里一定要有。还有这个呢是，这个也是非常好的，这是防锈的，还防摩擦的，这个润滑油也是很好的。这个啊，这个也不贵，是除锈剂。如果你锈了以后，你去喷它，然后呢，它把锈化了以后，它形成一个保护膜，它防止你继续生锈。然后你再上到呢，再弄点润滑油，它至少管你半年一年的。这个也是家里应该必备的，有车库门你如果有锈了你去喷它一下，它把锈融化了它还能保护。因为其实我们的金坑钢缆呀，还有我们的那个纽环啊，都是有过处理的，都是防锈的，但是它磨架不住，它又来回磨，最后都生锈了。哎，丽萍姐，我稍微打断一下。刚才在里边有人提问，正好提问买牌子的什么牌子的润滑油，你正好讲到这个问题。你刚才这个油呢讲的呢有点快，你能不能够再往前翻一个，让大家把这个牌子记下来？哦，好嘞，没问题，你照个相也行。对，这个都大家看看有什么那个的话呢，就把这个油牌子记下来，然后这是一种叫重型润滑油，也是喷的嘛，这个是吧？喷的，全是喷的。它那个，你看看，你看啊，它这儿啊有一个小管儿，咱们经常用的，家里经常用的，它小管儿，你把它掰起来，你一喷，它那个管儿就喷出东西来了。它很，那就是一般的，咱家里用那种 WD-40 可能不太行。那个不如这个，那个不如这个，不如这个，不如这个。这个你看，好，再看，下面的啊。下面一个，对，看大家把这个名字记下来。防锈的也是非常。Gloppy 什么什么的，Gloppy Pro。Gloppy Pro， 这个都对你照个相就行了，这个肯定 Home Depot 都有的卖。就10块钱左右，大家都10块钱左右，这个比刚才那个稍稍贵一点。这两个用哪一个都行是吧？都是一个功能。功能不一样的，这个有点抗摩擦，你这个我觉得可能用在纽簧上挺好的，纽簧这样扭的时候，它每一个的咯吱咯吱，还是摩擦，
这个抗摩擦的。哦。不太一样，但是也都能够，不是那么考究的话，买一瓶一种也就 OK 了。最主要要。好，下面的吗？冰冰姐，我问个问题。哎。你往那个滚轮上喷油的时候，是往那个滚轮芯里的那个轴承那儿喷吧？因为我发现我那滚轮好像是个either是硬塑料或者是橡胶的。像胶的，对。那个东西喷了油之后，反而它会胀，可能会对不好吧？应该是往它芯里头喷，对吧？对，那里头不是有滚珠，就是那轴承嘛，它有滚珠。啊，对。谢谢。其实那个还有，侯哥啊，那个胶皮啊，不会因为这个来胀的，不会的、哦，不会有影响。还有就是我，也挺好的，滑滑溜溜的。家里那个什么油行吗 ？WD-40。那个我们也可以的，也可以。那个，但是那个没有这个好像更好。哦 ，OK。那个好像没有这个稠是吧 ？WD-40 太稀了。我看这个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吧，再来细讲你们问所有的问题，因为我现在给你们整个讲完了以后呢，我们这个搭档呢，他更清楚的一些东西，知道不？然后我们这个来给你讲解，因为这些油喷所有的油的时候呢，我不管他喷。好了没有？看看这个是除锈，这个挺好的。下走了啊！如果我们的这个 open 的坏了，我们必须要换的话啊，我呢也大概了解了一下啊，大概就是现在目前的就是现在状况是什么样？大概就是这三种产品就比较 popular， 这三种产品，这个原来还是就是。几年前三四年前呢是其实挺多的，特别多，但是现在呢可能公司倒闭了还是怎么样，就见得很少了，这三种比较好多。那么差不多的质量，然后我们一般其实可以就是说，如果说是打折的时候就去买哪个，打折就买哪个就行。然后呢它这个我们看到 opener 它的那个上的那个那个它翻译出来的那个名字叫天车，拉的那个轨道哈，它就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橡胶带的，就是咱们汽车上用的那个橡胶皮带，那个皮带就是从引擎上连的发电机和发的风扇的那个，就是跟那个质量是一样的，它噪音比较小，然后它这个是比较新式一点的，维修也比较方便，然后这个金属的链条呢，就像自行车链一样的。这个呢是比较稍微老一点的，很皮实，它便宜，但是它噪音稍微大一点。这个，还有一种呢就是窝杆，这种呢，马力就是比较强啊，力量比较大，然后呢稍微贵一点，噪音很小，这个也是比较老的，因为大家也觉得这个没必要这么那个什么，所以呢买这两个便宜一点的还是多一些。窝杆的这个很好，但是。这些呢就是我们的 opener 的不同的牌子，其实它因为它的配置啊，它也是价钱不一样，还有它是不是打折呀。那么如果你的那个车库的那个门是小门，是那个一个车库门，就是好比说你是双车库，它是两个门的那种小门呢，二分之一马力的就够了，没有不需要太大的，那么它的价钱也就200到300。那要是打折起来呢，你可以买到180的呀，170、180的都可以买到，打折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如果你们要真的要想记的话，可能长存到最后要做一个文件还发出去，然后你们就可以还可以回看啊，这些都清楚。然后呢这两个是1/4马力的呢，是比如说你的车库门是稍微大一点的，比如一个半车库的那种，哎，可以用1/4马力的比较好。像还一个马力的或者更高一点的这马力的，这个呢是那种双车库但是单门
这个强度大一点，我们家这用的是一个马力的，嗯，价钱呢也不太一样，这个稍微贵一点，马力小的稍微便宜一点，当然也取决它的配置。这个我想介绍一下，这是新的一种，这是壁挂式的，你看我们看这是壁挂式在这儿啊，它这个呢就有点儿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个豪宅的那个一样，豪宅呢它是在轨道的两个端头装的那个 opener， 这个不是，这个呢是在墙上一端挂着，那这个它主要是这个减重的那个钢簧那个地方，它的动力传到那儿去，然后打开这个门。那它这个的优点呢就是新的理念吧，就是节约了这个空间，你这个车库上都不用挂一个轨道，也不用挂一个 opener 了，它挂在边上的，这个是新产品，现在那个 Home Depot 有的卖。好，我们来看车库门啊，我们看门板怎么情形。门板呢分这个中档、高档和就是低中档、低中高档啊。我们来看这个是这个车库门啊，它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带那个扭簧的，或者带那个拉簧的，这个扭簧或这种标准拉簧的，它的价钱这个是不带的啊，它的价钱呢是500啊，这个是850，就看大门还是小门。它这门也是很规范的，就这么大，没有什么特殊的啊。然后这个呢是带的啊，带减重系统的啊，就是带那个扭簧呀，还有那个标准拉簧，它就要贵一些。如果说有这种门你看上了，但是呢你不需要它的这个减重系统的，你可以要求它也可以分开给你卖。这个门板我们来看，这个是最低档的。你可以看到从它的端面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金属壳啊，这个情形呢不保温，所以呢你要加那个保温层哦，它这个比较很便宜吧，这个500块钱就拿下，这个就是900块钱就没有问题，这是低档的。中档的这个呢，这个侧面你可以看到它有那个保温层在里头，这个中档的这个是带拉簧的，带拉簧的是，你看这小门嘛，这都是小门带，价钱是大概是这样。那喜欢更高级一点呢，那它就是一个呢是它这个是大门嘛哈，就是带扭簧的啊，然后呢它的那个保温层特别好，它特别保温，你的车库呢你的车呢保护的比较好啊，价钱也稍微贵一点。大概就分这三档啊，当然了你要看它是带那个平衡系那个减重系统呢还是不带的。这个就是市场上能够买的啊这个部件啊，我们看这个是车上放的那个遥控器啊，人兜里揣的遥控，这是无线的开关，这是那个导轮扭链，这个是平衡钢缆上的那个端头的那个就是固定平衡钢缆的啊，这个就是钢缆，这是 opener 里头的电路板，这个就是那个物体感知的那个，就是有发射红外接收红外的啊，这个就这个看这个的吧，看这个吧，这个、就是那个涡轮，特别贵的尼龙，材质是尼龙的，这个特别贵。好啊，咱们这因为被那个北美的文化的这个熏陶，还有加拿大的生活啊，还有我们永远伴随我们的好奇心，刺激完大家所有的人都在学习和掌握各种职业以外的各种专业技能啊，这样呢也是方便了自己的生活，也享受了成就感，又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帮助所需要的人，所以啊非常开心这些事。然后我呢这个讲的这个呢就是一个我自己学习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讲回来去，然后那个一些经验，然后呢也是抛砖引玉吧，大家咱们可以继续共同学习共同交流，然后共建美好家园吧，谢谢大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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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呢，这样的，刚才在讲的过程当中呢，有不少校友已经在这个 chat 里边写了一些东西。我想呢，咱先把在 chat 里边写的回的chat 里边问的问题问完，问完了以后呢，然后大家再可以发言，看看有什么问题需要解答哈。第一个是一清写的哈。这个就是它的门的两侧有缝隙，在里边能看到光亮。冬天呢就特别冷，这个牵扯到呢一个有缝隙，还有一个保温的问题。这个冰冰姐刚才在里边也已经说了，你再冰冰姐再回答一下。好，一清啊，你的这个问题你自己就能解决，不花几个钱，很好解决。第一件事情，如果你的那个车库门的门板呢，那个这个保温材料不好的话，你要没有材料，你要加材料；不好的话，你也可以换，在 Home Depot 有的卖。那门边的有缝儿，你去找那个叫封条，也是有的卖，也不贵。你把它弄上封条以后，它就不进风了。保温其实很重要，给你节能啊。你的可能是上面没房子是吧？但是也是节能嘛，而且保护你的车，哦，很我好这实现看的。看，因为对，它这个我还有一个，就是你说的这个保温，它是专门用车库门的保温，还是用那种你比方说到 Home Depot 去吧，你到他那卖保温的那个地方，就是它红的什么之类的，就是贴到那个墙板里边的保温，就是你这个保温还是特殊的，还是那种？不是那种，它一种保温材料是，我不知道英文怎么说，我们葡文叫 isopor，反正是一种保温材料，它可以贴到那个贴到上头的，哦，贴上去的，一边不带是那窗个的。咱们那个，好比是 basement 的啊，它那个墙与墙，drywall 之间，drywall 里头有加的那个粉红色的那个，不是那种材料，哦，不是那种，啊，不是你那说种。的这种是一边带这个胶的，可以贴在门上的。它可能不是一边带胶的，它是你刷上一个胶，然后直接就贴上去。它是硬的，像一块板一样，它像一块板一样，不是那个棉絮。那个棉絮的那个是在那个 drywall 里头装的。那明个，白了，明白了，冰冰啊，那个我那个门呢，那个底下吧，我看它装了一条橡胶的那个封条，底下压得很紧，但那两侧呢，从外面看它没缝，但是从里头看就有一大光缝，冬天可冷了。喂，你说那个封条能封到没有，左右两边吗？那你说，那好，经过你要跟他讲啊。好，你说吧，一清，我们的赵工给你讲讲啊。一清，对，那个门呢，就是门下面那条缝隙呢，他没是有什门么问下题的，啊？门下的没就有。是你下面那个，就是它有一个是那个密封垫儿，这种密封垫儿呢，它是环形密封垫儿。这环形密封垫呢，你那个估计是没有了或者坏了。我下面有，我是左右没有。我知道你那个呢，可能采用的是片状的，就是压片的那种，它下面的好。压片的那种呢，就是有这个问题，就是你的地不平以后呢，或者它已经老化了发硬了以后，它呢是盖不上去的，姐姐，它所是以你硬从的。里面往外看呢，能看到这个缝隙。如果你要就是你现在换那个比较新的，用的那种那个就管状型的那个就是密封垫嘛，这个呢就比较好一点。再配合什么呢？再配合就是我们叫门槛，就是现在这是一种新产品。这种新产品呢，你把那配合那个门槛，也就是车库门的那门槛啊，就那叫橡胶门槛。然后你那个门缝呢，就是下门缝啊，就问题就解决了。知道它吧？下面缝好，这侧面不哎好。呀，侧面两面呢，你应该就是加，真的就要加那个，叫我们叫密封的，就是左封右的密条。封条，实际包括上面，这种加也非常简单，你就是把车门关上以后呢，把那个封条，就是沿着这个门边上，然后你从底开始装起，一步一步打到转一圈，然后你再开门呢，它就不影响，不刮得很厉害就可以了。那个密封条长什么样呢？我到哪儿？这个东西很多也有，你在那个 Home Depot 或者那个，谁跟我讲话？你去问他，他就会马上带你去过去。或者因为赶明这儿是我很给你，多，
我给你照个，我给你弄个照片给你寄过去。哦，行。这种情况呢，大部分是老式房子没有，就是老式房子存在这个问题，它就一从来都没有装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对，它只有底下，左右都没有。哎，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家庭的那个仓库维护啊，你那个密封条的这个事情呢，应该是装在第一位，因为保证你的雨水呢。不会不侵入这个房间内啊，车库房间内呢，就让你的那些车库里面的铁器生锈，它这个这个呢真的比较重要。好的，谢谢赵老师。哎，不不了。好的，下边第二个提问的是 Oliver 呢，他说车库门滑动时噪音很大，是否需要添加 grease？ 如果是，有什么好的牌子可以推荐？谢谢。我想这个呢，刚才冰冰姐专门把这个问题已经又强调了一遍，又翻回去强调了一遍。我想这个问题应该 Oliver 这个应该解决了，是吧？ Oliver 解决了没有？解决了。谢谢你，冰冰姐，谢谢你。解决了哈。好嘞，好嘞。下边呢是老庞的，老庞问了一个，就是开关车库门的时候有很大的噪音，如何解决？可能是失衡。哎，冰冰姐。这里呢就是除了滑之外还有。对对，老庞说，我这个我有几个问题啊，我可能耽误点时间，我一个个问一下，都是小问题。好，一个问题呢，我那车库门呢，就用的比较多，那个我用那个到开始没有噪音，到最后快停的时候，上提的时候快停的时候，就噪音特别大，我担心就是那个两个轨道，两个轨道可能是不是距离当时没有调好。很大的噪音，哦，那你要看，那你那个导轮是不是那个滚珠会坏？哦，那就是它，竖着的时候，竖着提的时候没声，对，到最后平衡上去的时候有声了，对对对，哦，那是不是距离是不是太远了？我觉得还可能左右间隔不太一样了，我觉得有点失衡。你这个声音是 opener 的声音呢，还是说轨道的声音？轨道的声音，就是金属碰金属的声音，就是碰金属的声音。哦，那很可能是什么？很可能是。这个呢，我给你解释一下啊。你的那赵工好。哎，你好。我给你露个脸，露个脸，不要。熟人。你现在啊，如果你的车门呢，往上拉的时候，拉到靠近你的那个就是。最上端的时候呢，这它的那个摩擦点最重的是在哪儿呢？实际上最重点就是在你的那个轨道啊，就两侧轨道的那个顶，就是末端，在末端上呢，它因为有的时候呢车门会掉下来，就是这个原因呢，都是你的那个轨道啊，就轨道末端变，就要我们叫形变，对。形变以后呢，它的那个就是车门，就那个车库门上面那个就是导轨轮啊，那个轮转到上面的时候，越转到上面，它摩擦呢，就是它的挤压的力量越大，对，产生这个噪声呢是那个就是会很大的，所以你那个呢，你可以调整它一下，就说什么呢？你看它那个门边两边的缝隙有大。因为它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就是一个轮加一个杆的一个活动杆。对对。如果这个杆你它那个轮靠近了门边了，就说明你那个窄了。对对。宽了就容易掉下来，你这个调整一下。哎，我们要注意你的就那个螺丝是不是松了。我调整过一次，就调整，我用那个大的改锥，就是硬给它调整一下，因为它是两个插式的嘛，可以调的嘛。但是过一两次以后又回去了、所以这个呢就是你的那个螺丝啊，就是上螺丝那个就是紧那个中端的那个支架啊，你要把在那上要考虑问题，是不是把它掰一下，就是掰变形，就是什么呢，把那个螺丝那个地方要重新紧一下，或者是什么呢，移位，知道吗？移位一个孔，可能会要一个孔，或者是调高一点调低一点，对移位，但是你要特别记住，就是宁可小，就是那个就是小距离调整，不要大，因为大呢容易就是那个我什么呢，门就掉下来了。对对对，好的。一到中端最容易掉的，所以好的好的，
注意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哈，那个我总共有四个问题哈，对不起、没问题，我现在正好遇到问题需要帮忙的时候。那个第二问题呢，就是我家这个三个车库门呢，这个弹簧的位置是不一样的，这是正常的吗？没有，这是正常的。因为什么呢？你的扭簧呢，就是不管它在靠左右左面或右面，知道吧？它只有一个力量，就是那么说一什么力量，就是让减轻你们的重量。对，各位位置、哎、这个没关系，哪儿都行啊。OK， 所以刚刚冰冰讲的时候，我太太在这个赶快去看了一眼，那个三个簧位置不一样，没事的，不一样，没事的啊。OK， 那个第三个问题，这个咱们都是学工程的，这个这个车库门和这套系统，咱们可以自己做吗？自己装，自己调试？这个就是说装车库门是吧？就是整个系统，又装车库门，又装那个自应该。应该可以呀、但是你、你要有一个小 team 呀，你这是你、你装车库门，我给你一个建议、装门作为我们的就是我们这些校友呢，我认为没任何问题，特别学工科的没问题、但是呢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这里面只有一个工作是比较危险的，就是扭簧或者是标准拉簧，因为这个呢它是为了、你的那个车库的这个就是我们叫那个车门呢的门的重量要减轻重量，没有这个簧呢你的门也一般你搬不起来，它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门呢就是减重，然后才让你的那个电子开门器呢把它能轻松的，是那个力量呢很就是那个就是扭簧啊就是转动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嗯，就是稍微操纵不当的话它就松开劲儿反起来，反弹的力量非常大，会伤人，可太高，会伤人的。哎，所以呢，做我来讲，我不建议你们就是什么呢，在没有完全了解这个门的结构的时候，或者是你这个没有一次两次的这个就是经验啊，就是修理经验的话，尽量不要 touch 它，因为真的很危险。我也你要有专门的工具你才能玩那个扭滑，我也知道就是什么呢，要不然你在咱们多伦多呀就有一个咱们华人，就是他呢就是仗着自己这个手巧一点，他就能就是说修这个车门嘛，操作的顺序错了，然后让那个就是平衡钢缆呢就是脱扣以后呢就飞起来了，飞起来把脸给抽了，就是破了。OK，这个呢就是小心，哎，我那时候我跟他讲，我还说呢，就是，怎么说呢？我说你算是这个捡了条命嘛，你要不然中了的话，那要打不好的话，把眼睛打瞎了，或者呢把脑袋真的打坏了，是非常大，就抽过去的，对吧？好的，知道了。最后一个问题，那个就是这个 battery 啊，这个 battery 我的 battery 呢已经闪了。就是那车库门啊，这 battery 是备用的，对吧？是怕万一没有电的情况下，它可以开门的，对吧？对。然后这个闪了以后呢，我就给取下来了，我还没有装进新的，这个有没有问题啊？是不是需要我马上买个新的？没问题，我告诉你吧，如果你现在啊，在有电的情况，你工作正常，到没电的情况怎么办嘛？你不是那有离，我告诉你有个离合器吗？对。然后你人就起来了，你就人就可以把它打开了，聊开了 OK， 就是那个 battery 暂时不装回去不买新的没关系。 你有很多的那个、稍微便宜的 open 的没有 battery 啊，没有的、没有 battery OK、对，它是两部分嘛，一部分就是你手动你把它脱钩了手动，因为它有减震的，所以手一下就拉起来了。对，这个 battery 这个 battery 挺大，我取下来挺大，它一般的要买新的多少钱一个？有 battery 啊，大概在50块钱左右。OK， 50块钱左右。但这个呢，我给你们提醒一下，就是说什么呢？买这个就是 garage door opener 吧，要特别注意，知道什么呢？像买又带有这个不间断电源，就是加电池这种嘛，这种价格比较高。但是呢，推荐于就是如果你的车库里面没有另外一个门的话，就是死堂的。你呢尽量的去买这种呢，就是当你停电的时候要紧急用车，它是非常管用的。
如果你有个就是你的车库有边上有门，或者你后面直接同房有门的话，那个都无所谓的，要不要都可以。你脱钩你就可以用手了。哎，那个那种电池的话，就是家有不间断电源的就能电池的话嘛，那仅仅是一个就说什么呢，就是比较方便，就是说什么呢，那个就价格贵一点，也用起来比较方便，万一停电了你也不用管，直接就开电开门了。但是它只能够开几次，大概开个就是往返呢大概有六次左右。OK 好的好的，谢谢冰冰。好的，谢谢赵红王，谢谢谢谢谢谢完了。好，谢谢。下边一个冰冰啊，哎，下边一个是 James， 我不知道谁是 James 啊。他说：“冰冰姐，我用的是 LiftMaster 的牌子，上周控制器突然断电了，不知道是不是模块出问题了。”控制器。James 在吗？在在在，我来说一下吧，能听见吗？哎，好嘞，好嘞。哎，冰冰姐、赵工，你们好，我是从大的啊，不是清华的。没事没事。我们那个会长今天发了那个，让大家听一听呢。刚好我那个车库是，我这个是个双车门的，是个2014年的房子，它就是你说的在单边的边上的，然后那个叫 LiftMaster， 是礼拜天，就是上个礼拜天，也就14号吧，那晚上就突然一下车库门就自动打开了。没人动它，它自动开了。开了以后我就过去一看，那个控制器啊就没有电了，然后遥控器什么都失灵了，包括外面的控制器也都不起作用了。后来呢，我就把它那个变成手动了，把门拉了几下，拉了几下以后呢，那个控制器地方又来电了，又来电了。我想是不是接触不好，我就又把用遥控器把门又关下来了。关下来过了多两个多小时，我再一看车库门又自动打开了，这样就彻底就又没电了。所以我又拍照拍了一下，一看也没搞明白什么问题。本来咱们也搞设计的嘛，我研究我想是不是模块的地方可能接触不好。然后我看它的日期，生产日期是那个 Control 是个2013年生产的 LiftMaster。这个问题呢，我给你就是解答一下啊。嗨，实际呢 ，LiftMaster 这个机器呢是很早就老型机器，这种老型机器呢，原来是在 Sears 专售 ，Sears 呢已经这个倒闭了以后嘛，这种机器呢基本都就是没有什么很少见它这个新机器的。这个像你说的那个问题呢，就是它也存在的，并不是我们讲的啊，就不是一个就是常出的这种问题。你呢有一种解决方法，知道吧？因为你的是这个我们讲的是那个遥控，就是机器是带电，就是有电，就是整个的 opener 是有电的时候，或者是然后就没电了，然后呢，对，什么问题？有电出现什么问题？对不对？第一个要检查你的电源，就是什么呢？你的 open 的电源一定要保证，就是说你的 open 的电源这个就是电源连接呀、是保证良好的。这个我检查了，确实有电，因为我通过别的方式也都测试了有电，而且它那个我底下那个就是底下那个监控那个系统，那个都是电源都有的，灯都亮的呢。监控那个房。第一个就说什么呢？你得要保证的那个机器有电。第二个呢？车门自动会打开，这种现象呢是就是非常普遍的，并不是你这儿就你们一家。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这类机器呢，它的无线遥控啊，就是有很多人家呢就是什么的是串的啊，换密码。你的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什么呢？把你的所有的这个遥控器呢，就是把它呢全都就是我们叫的重新的 renew 一下。就是，哦，我这个不是哦，我这个是打开以后就没有电了，就所有的你的遥控器啊这些操作系统都断电了，就没电了。你的遥控器没电不可能啊，就是说第一个来讲，就是我们讲的你手控遥控那个就是手动的遥控器嘛。嗯，你车上那个那是带电，那是电池的。不是，我是说就是我的那个控制，因为遥控器要和那个你的控制台要连接嘛，那控制台这个地方就没电了，断电了。
哦，那你这个东西，我跟你讲，最简单的方法，我知道你那个那什么了，你就把它换掉好了。把谁换掉？open 的。open 的换掉好了。为什么？什么呀？它电路板。啊，电路板。我就感觉可能是电路板出问题了，应该是，就那个模块。对对对，电路板是坏了，换个新的就好了。哦。但这种你那个是多大的门？买到吗？按你说，现在都公司都破产了。你那是多大的门？我是双车库的，它应该是一个马力的。啊，可以了，没问题。大概在280，要如果打折的话，289就能买到了。就是整个买个总成了，整个总成。买一个 open， 就买一个 open 的就好了。open 的所有的配件都带着。那个中文叫张柏林，然后呢 Chamberlain 就可以了。张柏林。哦，好的。这个牌子还挺好。你按照他的那个，哎，对，按照他的，反正你的那个原来那个有点老了，估计买不到了，你买换一个牌子，对，就马力，哦、对，一样就行。那其他的都可以通用的啊。你这个是2013年的，对，2013年2月一号嘛，所有的都包括了。你要是就是自己装也都也还是能装，你按照说明书都是能装的。哦，好的好的，谢谢啊。你装不了，有什么问题就只管来找我。没问题。我在蒙特利尔呢，没在多伦多。哦，蒙特利尔 ，OK， 那你就自己想办法。谢谢谢谢，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啊。好，没事，好。好的，谢谢啊，也谢谢冰冰姐，谢谢。刚才鲁涛把这个。在 chat 里边他就是把那个 Rona 的一个就是刚才说保温的那个嘛，就是那种 form 的是吗？啊，我看那个 form。 鲁涛在不在，我就是你要能够打开链接的话，对，我要不要把这个 share 的给它关掉，咱们人都可以看看。不用，你就 Google 一下，你就 search 一下 garage door installation。 对，你就点一下，你就那个在 chat 里边点一下鲁涛的这个，然后你就确认一下是不是这种就行了。哦、okay、就是一块板的贴到了那个车库门的上面。你就是那种方法。我在哪儿去找鲁涛？在那个 chat box 啊、就是哦，我看一下，哎呦呦，在 chat box 你往上翻一点就会看到它。哎、我怎么找不着这？哦，这个呢？贴了一个链接。我鲁涛，你是用过是吧？鲁涛，我没用过，我曾经想用过，我在那个 Home Depot 和这个 Rona 这都有，你到那那个对 garage door installation 那能找着人的话。它就是一块一块板儿，那个车库门不是那个几折几折的往上滚的吗？它就是给你这是要自己锯的吗？还是正好就那么大的？哦，就基本上都一样。啊、是的，对对对，就是这个12块13块钱一块那个，嗯，对，哦，就是这个哈，那行了，那这个问题解决了哈。还有下边一个呢，我也有，都有。鲁涛还想说、啊？没有，我就说后面。鲁涛还有问题吗？Home Depot 也有，我只是正好。哎，对 ，Rona、Home Depot 都应该有，嗯，都有，嗯，好的，鲁涛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吧？我、哦、没有问题，我这听得很好，我这学了很多东西。哎，好，下面呢是 James 和，能否具体说说如何手动打开车库门？当有紧急情况打不开时。哦，那就是那不是一个离合器吗？离合器一个带一个绳儿。那个绳的下的一个小一个东西，你把它一拉，拉了以后呢？你用你那个 slides 给 share 一下，就你有图吗？不是，你给大家看一下。OK。你那个导页给大家讲一下。我的现在还在上头吧？我的还在上。在。还在。我估计大家就能。我现在动了，看见了。我也没用过这个，看见了，对，能看见，都特别清楚。哦，好。你就到那个离合器给大家讲讲呗。哎，好嘞。嗯。好。你看我们这看到现在看到我的这儿了吗？看到了。对啊，对啊，这个这不是 open 的总成吗？你看这个就是一个离合器，这离合器你看一个红红的这个玩意儿，你把它就抓着它一拉下来，它就脱钩了，它就脱钩以后就变成了手动的。你这手动那个门那不是有个小把吗？你把它抬起来把它拉下来都可以，它就怎么放回去？那然后呢你再挂上去，那他就 open 的就给你开门了。你把
Okay. 刘伟，把这个门啊往后推，啊、你使劲推到这个位置，你就会听到咔嗒一声，它就自动挂上去。哎，对，它有一声。Oh, okay.嗯 ，OK OK， 没开过，正好我就、哦、那我顺便问一个，这个车库门寿命是多长啊？一般的就是比较中低档的吧，别估计也不是高档的。你要不撞它的话，就用去呗。它不生锈的话用去呗。它现在它那个车库门一般是不生锈的嘛，它不生锈的。OK，、刚才那个老赵讲到，老赵你刚才说底下那块，我感觉就因为冬天可能有一些雪水啊或者什么的这种。长了以后，你那意思底下那个胶皮那种是可以换掉的，是吧？是的，那个、密封的那个。是的，你把那门打开，门的就那个后门的这个那几个。哦，到门的地方。啊，你给展，你说那个胶皮是哪块的那个？换成什么？你刚才说一种新的这种是吧？就是那个保洁那个。好，对，到这儿。你看啊，就这个哈啊，哎，这个呢，门上面嘛，看这一块、啊嗯，这就是胶皮嘛，对吧？嗯，哎，这块就是门下面那个安装一个就叫环形的那个，就是我们叫的环形密封的密封垫。OK， 它是一个你要做从那个侧面它的切面看嘛，它是一个中间是、嗯、这种是比较好，知道吧？它你地面不平啊什么的都没问题。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这个地面呢，就是比较差了，就是我们讲的啊，就是有水泥的，有裂了，或者是什么的，就那个水泥就是打皱了那种嘛。你呢，用这个我们叫的就是门槛儿，就是汽车车库的门槛儿，这也是一个新产品，拿它呢有卖的是吧？有卖，这个 Home Depot 就有卖。这两个东西配在一起呢，你的车房呢就会干净很多，而且呢。下缝嘛，就像刚刚疫情讲的，就那下面如果有缝，你看从你的前面看不到缝，从家里面往外看的时候，就下面就有缝隙的那种嘛。嗯，那种呢，基本就是就能够彻底封死它，知道吧？嗯，这种明白。刘伟，你看看你们家那个前面那个门儿，嗯，那底下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OK， 就是正常那门是吧？你说的是大门的，你们家出外啊，我那是一样的那个是吧？啊，不一样，这结构是就是意思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啊，对我家那个有这个，对。对啊，那冰冰姐刚才正好说到那个你那个车库那拉的那个拉手那个图，你能转到那儿去吗？嗯，就是前面刚才就离合器是吧？就离合器拉手的那个啊，好，哎，就这个啊啊，这个不是。就这个，就我要就这个，你看那个照片上有一个手动的那根线吗？对，底下有一个红的那个把手。对，建议把这个把手给卸掉。它挂着车是吗？不是挂着车，这是一个防盗的一个你一到 YouTube 上很多这种讲，因为你这个门呢、哦、一关上之后，这个门呢是靠近那个。就是车库门那个地方，嗯，从外头能看得到，对吧？它车库门的上面跟那个门那个有个缝，它可以拿一个铁丝伸进来。那铁丝上如果有一个钩的话，正好呢勾住这个一拽，那个门这个车库门就断了，不是就松了吗？它这个把车库门就给拉开了。嗯，你的意思偷车是吗？车库不是偷车，就把你们家车库门打开了。哦、明白了。你把这个拿掉了之后呢，再有一钩进来的话，它就勾不住你这根线，勾不着了。而且这根线留着，因为你这根线是你自己在里头你用的时候，你可以手拽着着就可以了，对吧？对。你要拽不着，垫个凳子也行，你只要你进去就好办了。但是从外面呢，就勾不到了。你可以看一下那个 YouTube 上有很多专门讲这个东西。有道理。嗯，有道理。那个特别只有老庞需要这样的豪车，可能需要。不，这个原来我自己住的房子，我试过这个，是老的房子，老的车库门上面有一个锁眼儿。哦，对，那个锁眼是干嘛用？那锁眼后边就抻着这根绳，抻着根线。对。所以就是说，一般他有一个说法，就是一定要把那锁眼呢和那根绳脱开，因为那个锁很容易就把你，它是就是它不是很牢靠，
不是那么secure，很容易就把那锁给你拽下来了。拽了之后，他从外边一拉，就把那离合器拉开了，手一推，这门就起了。我的想象啊，要拉开这个脱钩，其实挺不容易的呢。容易的啊，很容易。我就觉得大家要容易不容易，大家可以回家试试，可能轻轻一拉就下来。对，我试过。罗涛一定试过吧。咱们那个叫什么？有那个叫什么 ？snowstorm 还是什么时候？不是全停电了吗？那就哦，一定要把它拉全拉开啊，要不然你这个呢？这个我跟你们讲一下啊，就因为我的一个经验，这个的看车库门呢，就是你的车库是什么样类型的。如果你的车库里面没有门，只是一个车库的大门，这个把儿呢，真的你不敢给它去掉，因为你去掉之后呢，它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停电，或者是你的那个 opener， 就是扭簧会坏了，或者什么坏了，你的门真的打不开了，进不去了，你的真的就是打不开了，因为你只有一个门。所以呢，如果我有这个，就是比如说扭簧断了以后，我能够把你这个和那个电动开门器呢脱开，我用两个小伙子到三个小伙子，我能够把你的门强行的打开，这是扭簧断了我也能打开的。如果你的这个就是电动器啊，就是电动开门器的这个离合器不打开的话，你就是给你十个人你也打不开的，懂吗？就是所以这样来讲呢，你这个门就真的就开不开。所以你有侧门的人就，所以这个呢，真的你们特别要注意，就是有的人家呢，他只有一个门，就是那个就是车库门，没有边门，这个呢千万不能这样做。这样做就认可这个车库啊，让人打开，你也不要把那个，就是真的把这个对后路这个把儿给把儿去掉，这个很危险，安全问题，安全问题，安全问题，这个是吧？这个大伙儿这个你要注意一下，你要有边门就好。边门的话，就是你像您提的那个啊，那个把它去掉了，那个把儿去掉，真的挺好的一个方法，知道吧？就是只不过是你开那个拉动的时候勒点手，你的对其他的没什么问题。关键是什么呢？你的那个车库的呢，一旦没有就没有门的那个，这个真的不要敢动的，动掉了真麻烦。对不起哦，真的那个时候呢，真的要凿墙了，那凿墙可不是一般小事了，对吧？对，这个是安全一定要考虑。还有一个就是不是另外一个，鲁涛，我就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没有门？刚才我没明白，老赵，你说这车库什么没门？有单独的车库，因为呢，单独车库是吧？哎，就是有好多的房子啊，它只有一个车库，啊、这个呢，它没有通向房间内部的门，哦、也没有边门、侧门。哦、OK， 你这意思就是全封闭，全都完全靠这个你那个车库、车库门。所以呢这样的呢、哦、这个千万就不要去把这个把儿给它弄掉了，那弄掉了又真的你就开不开了。还有一种情况是还有一种事情是安全情况，就是你的正门，比如说你家有正门还有车库门，如果正门被火灾给封住的话，你还有一个逃生的门，就从车库可以跑出去。如果你没后门的话，如果没有别的门的话，这是一个安全问题。一个逃生渠道问题。OK， 这还真没想这么多。像加一句，这个方面有一点小经验，可能每个人的经验有点不一样、哦、我讲讲我遇到的，有一次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那个红的那拉的东西啊，有时候啊，得给它弄高一点，不要掉的太低了。为什么呢？有一次我遇到麻烦了。我因为是滑雪，所以在那个车上呢架了一些东西，所以就变高了。我比较勤快，第一天晚上就架上去了，然后第二天开，他开的时候啊，正好把这个东西拉着了。哎呀，然后我退的时候呢，发现听见有怪的声音，所以我就把车停下来了。车停下来以后呢，我发现那个车库门往下掉，正好掉在我的车上。哎呦，幸亏我停了，就是说这个东西太矮了，以后啊，我退出来的时候，因为车上有抬高了嘛，它那个滑雪那个东西正好
碰那个东西了，碰那个就把等于把那个拉了。对，如果就是说我继续开的话，有可能就拉车库门，拉车库门有可能车库门就要坏了。对，这个就是说一个小细节。嗯，还有一个，我还有一个经验，就是那个纽黄的问题，我也弄过。那个东西我是那个纽黄那个 support 坏了，松了，啊，所以呢车就那个东西就没法开门了，就是。但是呢，就是说自己不知道，反正在那试，反正我的经验那个非常危险，所以冰冰那个。跟那个说的那个东西啊，真的非常重要。这个纽黄不是不要轻易玩，非常不能随便玩，别玩那个，非常玩要有工具，即使有工具也非常危险。要有工具，还要有点经验。对对，即使有工具也非常危险，它那个力非常大，力量大很大啊。你稍微有不慎的话，刮到什么东西，那真是有大麻烦。哎，这说到这个弹簧的这个了，我家里的那个车库门啊，是单车库门，是那种老式的，就是一体式的，不是这种铰链式的。它下边呢是用两个拉簧分别在两边。对，现在有一个拉簧呢，不是簧断了，而是簧是好的，但是钩簧的那个上面本来是一个铁的嘛，挂钩，哎，就是那个东西呢，时间长了磨。本来是一个洞挂上去的，后来这个洞越磨变成椭圆了，再磨后来就断了。断了呢，现在我也没管它，只有一边有拉簧，这边呢就没有拉簧了。像这种的情况下，坏处就是给这个电机增加负担。对，哎，那个老孙啊，我跟你讲，我就想着最后呢，我想就是说直接就跟你说一下，就是你的车库门的问题。因为你的车库门呢，这个是最老实的了，真的就是在这个很多人家中嘛，我见过的啊，那些人家呢，你那是真的是那个是真是古董，是个古董级了。你那个呢，维修呢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呢，就是你那个门呢不要动它了，就凑合那样用。然后呢，你不是把那个就是那个挂钩那个环嘛给脱了吗？啊，用一种方法，就是什么呢？你找一个就是那个铁丝也好啊，铁片也好，知道吧？铁片你把它弄成 U型铁片，然后呢，哦，两个洞，然后呢把它就挂在就是那个就固定在那个原来的那个上，就是那个把那个脱的地方吧。哦，给它补上，知道吧？啊，哦，没办法焊，但是我们拿螺丝拧。对对对，拿螺栓把它拧上。哎，对，你把它那拧上，然后凑合再用。千万记着啊，你那两个簧的力量呢，不能够用只用单簧力量，因为单簧力量一是会倾斜，哦，容易把你的那轨道变形，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呢，如果闹不好的话嘛，真的你那个如果到它呢倾斜到一定时候了嘛，你那门真的打不开啊。而且你那动的门啊，你这真的很危险。这个呢，你要修理呢，就用这种方法修理，就暂时可以用，没问题。还有一种呢，就换掉。你把你这个门呢换掉以后呢，换成那个纽黄式的，换成纽黄式以后呢，有你的，但是呢，你可以采用就是换两个钱用壁挂式的这个就是那个 open 的电动开门器，做你来，哎。就是你的车房呢就会做得很简洁，而且呢就是空间大，空间大一点不说了，就是你比较简洁，而且呢就是安全性就是会提高。但是为什么我以前我就不我在那个就是在这里面我不好就是说动员大伙都要换那种壁挂式呢？因为呢壁挂呢是新产品，这种新产品的价格也高一点，还有一个呢它的那个就是拉动的卷动的是什么呢？是那个我们家就是那个纽黄的那个轴啊，纽黄那个就是那种那个就是在纽黄那块连接铁吧，就是连接那个铁棍子上，就是要拧在那上面。就那种情况的话，就是它的效果有多好，我呢真的我不敢就是说的这个
就很确定啊，你们都会还原这种，我们也不敢这样说。但是呢，做你来讲啊，你那个房子要换成这个，我认为蛮好的，因为你那个知道吧，前的上的空间也。因为换新的嘛，就比较容易。对，我上面也没有空间。对对对，因为你那个我知道嘛，就是太小了，你那个东西所有都打的都是贴着墙皮上的弄的，你那个 open 的都是贴着那个房顶嘛，所以这个呢就比较难，你知道吧？所以你用的壁挂呢，对你那个在你的车库啊，就可以这样说，就非常的就适合你的了。而且刚才就是说那个会长不是说的是他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哎，就是我们叫那个离合器绳那个挂，就那个有汽车挂那个绳子嘛。如果是改的那个壁挂式呢，它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知道吗？还有一个你把它弄掉，都不会存在问题。但是呢，这个新产品的话，不敢轻易的就说什么呢？这个东西有多好，对吧？哦，这个呢，就是做你来讲，我呢又给你个建议。如果你就是你要想做了，那咱们呢再就沟通一下，然后呢具体怎么样去。我可以帮助你 ，OK？ 行，好，谢谢。好嘞，看看现场大家还有什么谁提出问题吗？你好，那个我有一个问题，我是北理工的，我也是看到那个校友的宣传才过来的，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很接地气的一个活动。我们这个冬天过来了，这个车库门都得想办法先维修保养一下。我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因为我一直没搞清楚，我们家这个就是车库门外面的那个控制器啊，它是需要电池的吗？它跟那里面是怎么沟通的？因为我有时候天气冷的时候，我觉得它好像有些时候是失效的，也就是说你摁那个密码，然后摁开，它总是好像沟通不了或者怎么，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跟天气，我总觉得是天气原因太冷了，它大概没电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换过电池。换电池，有电池，那是电池。但是我又没看到它从哪里能够把电池换上去。它那有一个，它那个脸上有一个小螺钉，那差不多是九伏电池吧？对，我可以看到，在这儿，你看见了吗？对，啊，在那儿，对，我可以看到电池的地方。嗯，但是它怎么掰下来呢？往下了。往下一摁着，压一抠，九伏的要使劲的抠。这个我有经验哦，我有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它这个里边肯定是有电池，因为我也换过电池。然后那个打开啊，你开始反正仔细看那个上面的说明图形，猜一猜，我有时候不是那么直截了当容易懂的，好像就是按下去往下一戳就下来了。对，一按一抠就行，有一个。对，你如果方法没掌握的话，怎么弄都弄不下来。我也是花了好长时间琢磨怎么给打开，就是，然后到那个 YouTube 上去找。对，你摁着以后往下一，好像是这样，就一按，然后一戳，好像你会了就很容易的。哎呦，它也有一种是上的一个小螺丝，小螺钉，你拿起子把螺钉一打开，哎，它就那，然后再把螺钉一放，好像是九伏的那种电池。对，哦，这样，我因为我没看到有缝隙，我看到有一个这个，就是有一个凹进去的地方，但是它和周边好像我觉得是一体的一样。它是有个卡簧。有道理，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它是有缝隙的，你试试看。我的就是那个样子的，用一个小螺丝刀往下，小螺丝刀往摁着，然后这样一拧，它就能够这个缝就变大了，然后再一抠就抠上。对，也就是说我这个方法没找到，就是一摁一拉。对，一摁一拉，往下，不是拉，往下推，往下摁，往下弄。对，好的，我总以为是我以为是没电了，但是我又奇怪，可能没找到换电池的地方。我用了好多年了，这没换过电池我就奇怪，因为我看里面有一个变压器，我以为是那个变压器会接那个接电接到那里去的，所以我没研究。我开始也跟你想法一样，因为是家里的电通过来的，后来不是，发现不是，有电池。是，它那是无线的。无线。嗯，对，无线。对，冰冰姐，我问个问题啊。在这里呢，刚才接着他说了这个问题，说完了哈，就是你换电池，换完电池了以后，是不是需要重新设密码，还是原来的密码就仍然可以用？不需要。
原来的可以用，原来仍然可以用是吧？换了就可以了，对，不用动其他任何东西。对，最好是每年换一次。哦，我那个好像用了大概8年的差不多，那不行了再换。你们家那是高效省电。冰冰姐，就这个我也再接着问一个啊，那个外边这个开关，从我买来人家给我安上之后，我就发现有这问题。我这一个开关控制两个门，密码不一样，只有第一个门我直接摁密码，摁 Enter 就能开开。第二个门，如果我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没用，比如说 overnight 我没用，第二天早上我想开的时候，我必须得先摁 Enter， 再摁 Code， 再摁 Enter 才能开开。如果直接摁 Code 摁 Enter， 它就开不开，除非我再摁一遍，就好像它 sleep 了，睡了。那这个是不是它？我知道你这个，那你是每次都是如此呢，还是偶尔是这样？每次都是这样。啊，那你它已经记忆成这个样子了。我怎么？他的记忆就是他那个 opener 里头，他有一个一个那个，他是他有记忆的，你也可以自己再调。哦，他可以。你要是去设定一下是吗？哎，他已经他你设定完他记忆成这样，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也不麻烦，你等于先按一个 enter， 然后再按 code， 然后再 enter， 就多了一个手续，你也不用对动它了。但是那个门就不用。啊，对。其实他已经记住了，他已经记住了。如果你操作还行，就多摁了一下，也倒罢了。对，你这两个门现在是不同的 program。哦，那 enter 也能记住啊？啊，对啊。OK， 行，谢谢。哎，说到这个问题啊，说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想再问冰冰姐一个，就是说，比方说我买了一个新的。一个新的这个遥就新的这个室外的这个开门器，屋外的开门器，或者呢，就刚才老侯说的这种情况下，他要想改这个密码，他要想改把这个 int 去掉，让他两个是一样的，他想改，那么怎么操作呢？刚才我有一个这个东西，我给你们看看啊，我想到你们会问我，但是现在还没有人问。哎，我这是忘啊，不对，做了，白就刚做了。啊，到了，刚才到了，到了吗？到了，到了，不是，没有，再往这刚才那个 opener 嘛的，好了，没有啊，不是这个，不是你再翻，再往下翻到了，啊，刚才翻到了没有？没有，对，刚才翻到了，翻到了，对，你看呢？你要想设定 opener 改你的密码，就在这儿。看到吗？这个红的钮，红的庆钮，是结合它用。你要改这个，你来讲，实际上是要把它先整个清理。啊、哎呀，不要，我先等一下啊，我们再拿一个，这个你现在没有这个遥控器的这个数字遥控器的图，是，我知道没有这个数字遥控器的图。你就没关系，没有也没关系。我也没有，这个大概就是小的也不怕，小的也不怕。好，咱们就是拿这个来图看啊。实际很简单的一种方法。如果你要重新的设定一个你的新密码，你呢，知道你以前旧密码，那你呢，先输入你的以前的旧密码，把它在这个数码盘上呢，把它输入进去。输入完了以后呢，你按这个井就是那个星字星号键或者井号键，一般按星号键它就把这个号码就清除了，是吧？清除了以后呢，你呢再用这再要按你的那个新的密码，是吧？新密码加 int， 然后这个时候呢它就记忆你的新密码了，但是它必须要结合你的这个哦，就跟那个 opener 结合用起来，就是前面那个，它后在那个 opener 后面有一个，我们叫在那个后面嘛，后板有一个方钮。这不是刚才我给你show给你看，你为什么拿的这里？不是这个，它你要这好，这个方钮呢，
你呢先把先这个就是跟他呢怎么样去的，我们讲是那个这就是机器和遥控器的通信怎么样沟通呢，就是先就是这个按钮，这个按钮呢按下去之后，然后呢闪一下，哎，按完了以后呢，它的现象是什么呢，它边上有个 LED 的小灯泡，它这个小灯泡就会常亮，这时候呢在30秒之内你必须在你的那个就是你就是门上的那个就是数码的无线开关的遥控器上嘛，把你的就是新的密码输入进去，加入 N， 然后这时候呢它这个灯呢就会在连续闪烁，连续闪烁闪到一直一下子全亮以后，这个时候呢你再重新输入你的密码，新密码它就能这个门就是会自动打开了，就会他们之间的沟通呢就会做好了，他就记住了，哎，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就是什么呢，有很多的人咱们这个一些就是一校友嘛，他们这个买的这个新房子呢这个门上的这个无线就是我们叫的数码遥控的遥控器嘛，密码丢了，人家可能没告诉，或者你告诉了以后你怕人怕那什么就忘掉了或者什么的，这个呢你必须要把你所有的遥控就是遥控器啊一是更换新的，二个呢重新把它的这个密码呢改换掉，这个为了你家里面安全 OK。 就拿那个方钮我另外还有一个刚才那个问题，刚才说了室外那个遥控器，室内那个遥控器也是要换电池的是吗？室内的那个就是那个是通电的，室内的开关遥控器遥控器要换电池，对，不是室内的，就是说一摁那个门就开的那种，哎，对，在车库里面的那个不是，车库里面有两种，一种呢是在车上放的，一种是什么呢，是那个在墙上的，带有那个连线的，带有连线的，在墙上连线的啊，这个呢是车库里头墙壁上安的，这个对，这是有线的，这是没有电池的啊，这是有线的是吧，啊啊，好的好的，这个是墙外的，是无线的，这个有电池。好的好的，谢谢。嗯。